咱们一直在聊这个《水浒传》啊，其实是一遍拆洗一遍新。每次聊的时候呢，我自己都觉着重新的对这部书有一个感悟啊，从中知道很多事儿。除了是一个疆场对敌呀、啊，金戈铁马呀、啊，其实这个书它从字里行间还有很多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故事。水泊梁山有一位英雄，每当提到这位的时候，我这眼泪都快止不住了。这人这辈子太惨了，要说论有钱啊，富可敌国，往上倒五辈的大财主，太有钱了。要说能耐，够一脉。怎么呢？咱们之前聊过，马上的林冲，马下的武松，你要给林冲搁在马下差着，你要说武松骑着马差着啊，就是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两位都有不行字。可这个英雄马上步下全行，这能耐大了。你要说上马就给你上马打，你说下马就下马打。可有一劫，这日子过得太不顺心了啊，想孝顺父母，父母双亡；想疼儿女，发丝无后；想跟媳妇好好过日子，媳妇跟别人通奸有染。好容易救了一个人，拿人家当自己亲人，差点没死在这亲人手里边啊，这一辈子没有这么倒霉的了。他是集《水浒传》里边所有英雄所有的悲情于一身，这种这辈子叫悲惨世界啊。他的事儿无论跟谁说，谁都得流眼泪。哎呦嚯，这辈子还不如死去呢啊。那么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哎，我要不说您还就真不知道。提起此人来，赫赫扬名，天下尽知。谁人不知卢俊义？江湖人称玉麒麟，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，高人。那卢俊义被称为三绝。三绝在哪儿啊？施耐庵先生真坑人。那光抻着头，其他他不管了。卢俊义的三绝还是说他的武艺啊，一个是枪，一个是棍，一个是他的拳。枪好，那棍也好，都扔下打拳打得好。有人说会这个的多了，是多了，你这个玩意儿多了不行啊啊，练武术的多了，但真正说有头有脸的练出来的没几个。这人说相声，说相声多了，但说真正打到于谦那儿有几个，是吧？差点说错话。所以说卢俊义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人物。这人文武兼善，说文武都好，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多少有些保留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说武好我承认，文我还不是特别的敢同意啊，我们现在还谈不到。你可记着这个茬儿，到后边我说到他的时候咱们就能解释到这一点啊。不过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，卢俊义是个好人，心好。有这么一年天降大雪，你像他这个人物呢，夏天冬天不管什么季节都能找着这个喝酒的这个借口啊。有闲人嘛，说这个下大雨了啊，好，三五知己都来吧啊，把酒拿来，弄上点菜，这下着雨呢，咱们留着残荷听雨声啊。这个雨啊打在荷花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来咱们干一杯吧啊。秋天也行，刮着风，外边沙尘暴，屋里边这几个有钱人，来吧咱们庆祝一下吧啊，庆祝咱们没出去上班去，是吧？来吧。冬天也是如此，满天飞雪，哎呦高兴啊，站在屋里看，呀你看这没带雨伞的，这个这摔得咣当咣当的啊，来咱们庆祝一下吧，反正是种意境。这年的冬天天降大雪，有朋友来了，说请卢员外去饮酒。这个朋友家里边呢也是挺趁钱的，那弄了一个花园，在花园的凉亭里边请您吃饭，来吧。到那儿去了啊，凉亭里边你别看外边下着雪，凉亭这儿支着火盆啊，弄着各种的山珍海味，配着裘皮的衣服啊，每人后边还站着一个倒酒的伙计，有几个弹唱歌舞的
大伙儿跟这是一醉方休，连吃带喝挺开心。这顿饭吃的是什么时候？是中午饭啊。说喝完了酒大约得下午四点来钟，不是得吃饭，聊天差不多了，这一告辞，列位改天下雪我坐车啊，您几位等着。回家吧，伙计们伺候着往家走，来在了府门前，这下了轿子啊，撩着自己的衣服往里边走，耳边厢就听得有一句话，有人说了，哎呀，我要是冻不死，有一口热饭吃，我这一辈子可就知足了。就这一句话就好比是个钩，就把卢俊义勾住了，站住了。冻不死，有碗热饭吃，他就知足了。谁呀？回过头来，门前的雪都扫干净了，但是边上那雪还有呢，在雪堆里那儿围着一个人。您听这词儿，围在这儿就是挤着墙角子，周围都是雪，披着一草帘子，瞧不出模样来。这脸呢埋在身子里边啊，缩着一块直哆嗦。哎呀刘爷爷看看他，来人呐，爷，去把那个人叫进来。爷那是要饭花子，我知道，带他进府。哎，他转身进去了，伙计过来，干嘛呢？取暖呢。这是个诚实的人啊！你跟这儿待着，我们原爷爷叫你进来瞧瞧吧。什么啊？进，小薇，你造化不小，今儿你算是活了，进来吧。这都站不起来了，腿都冻僵了，俩人薅着胳膊，进，抬起来，进来了。原爷爷进客厅了。这主不能马上进去啊，有人拿一小笤帚上上下下给划了划了啊。行吧，能走吗？我说还行，你这胃太热不舒服，冻死你就完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进来吧。这厅里边卢俊义已经宽去了自己的狐裘皮衣啊，不脱了啊，换上了长裾，坐在了正当中，手里端着一碗热茶啊，这正喝茶呢，伙计进来了，爷，那花子来了，叫他进来。这儿一打眼进来了，参见杨爷。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杨爷，我姓李，我叫李固。哪儿的人呢？在东京汴梁人士。哦，看你这个样子不像九品之人呐，因何落入乞讨之中啊？不像九品之人，就是你不像一直要饭的，为什么这个状态呢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杨爷提起来这话可就长了啊。我家里早先也是做买卖的，只因家遭一把天火，万般无奈，我才来在了大名府投奔我的叔父，不料想来到此处投亲不在，不知道我叔父去哪儿了，这才跟街上要了饭了。阎王爷您可怜可怜吧。卢俊义点了点头，好事人人要做，我收留你，只因一丝善念，到最后惹出来杀身大祸。